快来订阅我们吧。阿哥多多。Hello, 小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美儿老师教大家跳一首家庭礼貌称呼歌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爸爸的爸爸叫爷爷。爸爸的妈妈叫什么？爸爸的妈妈叫奶奶。爸爸的哥哥叫什么？爸爸的哥哥叫伯伯。爸爸的弟弟叫什么？爸爸的弟弟叫叔叔。爸爸的姐妹叫什么？爸爸的姐妹叫姑姑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